开启资料夹，然后点它一下。妈的！不行啊，干鸟！我他妈等下，等一下。各位哈嗨 ，Deep Fried 才子包 in my cry， 赞！开始不舒服了。世界名称叫做“我恨我的人生”。你知道那个滑出来的音效跟他妈一只牛在叫一样吗？使用 WASD 来移动。好，我们来移动一下。看起来还好哦。我刚才在唱那个。What the fuck！ 走在路上，它像是走在沙子上的，因为所有的噪点极为放大。就如果你很常做爆音影片的话，这个对你来说算是小菜一碟。怎样？你们跳水一下。Oh my god！ 喝一下，喝一下。你知道这看起来像是。 不要再放了！太小了。不是，我要找那个。这样子，我阿妈家的店里。哎你知道，就是看起来像是有人在 making love， 然后你把它调60 dB 以上吧。Oh my！ 这一只超吵的，如果很多只的话嘞，不要！来，觉得铁巨人这样放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怎么记得不是长这样？如果我等一下发现铁巨人不是这样盖的，你们就死定了！我一定放一堆小鸡在你们旁边。我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！哇！我操！等一下这有点打不过，不要再放了。 不要再放了！我刚才玩生存模式 ，fuck you！ 输了哎！我靠！Oh my god！ 来，我来制止他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好。哦，我直接开打空中！哇塞，空中大战！你不觉得这样元素看有点像是你知道平息天灯，然后加个100 dB 之类的？ 哦，要不然我先上厕所啊！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来正式生存。等我一下。好。好，开始生存吧。为什么有个中间人跳 breaking？ 等我一下。OK。不要那边 OK， 你一点不 OK。Fuck you。 这个是一个非常，不要看那边 ，shut up。我们今天要再想办法，在这个 Deep Fried 材质包里面生存，盖一个家就好，盖一个家，一个美丽漂亮的。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，这是应该是新品种，叫做岩浆木吧。 岩浆木嘞！我发觉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刚刚用指令把所有的村民都杀了，所以这个房子是我们的。OK， 太棒！那我们已经盖好房子，我们目的达成，还是我们目的挖到钻石？这个有点难，因为你们很没有毅力，对，你们缺少这一点的。其实是你不想吧？好啊，你说的哦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像个真男人一样往地下一直挖，干！靠腰，我把哎。 我刚把所有的木材全部变成一个杉木按钮。他根本没有在挖。有，他有在挖。要挖很久才有。小没有打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去用手机扫这个，它会出现什么？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随便扫一个地方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突然 ？Stop！ 我靠！有洞窟，干，好大，靠腰！救命 ！Help！ 下来！你们他妈的，火把！我丢给你啊！不客气。妈就一个而已，干！下来！你不要在上面偷笑。看你。这样。骷髅弓箭手。好，我帮你们插火把。真的。骷髅公主走。哥，我不要玩麦块。我只有三叉戟啊。三叉戟。你就这样子开创造，一直开着，然后直到我们挖到钻石为止。没有开创造，你们讲什么？是吗？那为什么打你没有伤害？不是哦，我刚刚那个神明附体。那什么声音啊？这很明显应该是洞窟的声音，还是那个小鸟的声音啊？不要吵啊！那小鸟过来了、啊，还是没有 ？What the？ 这怎么可能是洞窟的声音呢、啊？干，小鸟追过来了，靠背！能不能改成我们绕上去看一下？不要。哇，你的挖掘速度比我们所有人还要快，教一下 how to do 哇，按钮哎、欸！哇！我真的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颗奶头啊？你是不如这样子好了，你把这边都插满火把，就开创造这样子，然后直到我们挖到钻石，这部影片就结束了，如何？我现在没有开创造啊。哦，荧光藤蔓，绿色。哎、欸，有水啊！你这样烧掉石头，不要转移话题。你刚刚到底想做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工具台啊？真的是，哦、白色你别。 拿工具台嘞、欸，啊不是这边啊，哎、欸，我打掉啊，白痴，这是我的木头啊、欸，别客气，我工作台了，我工作台了，对，哇，有点本末倒置哎、欸，天哪，哇，木头蛮多的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屌啊，可以变出那么多的工作台，教我一下好不好？白痴 Kevin， 你不要再挖了啦。 白痴哦，可以！哇！靠 dB 你啊！哇！你可以自杀！干！滚出我伺服器！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很好啊，继续啊！干你娘、啊！我有光滑的阴道和美丽的乳房。干，这是麦块影片，你可以闭嘴吗？ 哦，管他的啦！我现在他妈只想结束这个，我他妈一点都不想挖这个像是 QR code 的石头，操！喂，我出工啊！他在睡。重听了啊！钻石哎！靠腰 ！Yes， 我们成功了！你把钻石带回来啊！好，终于看到没有？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应该是创立频道以来最死的影片。那希望各位喜欢啊，我们就下次见了啦，拜拜。不想再玩模组，等一下我还没挖到，你们想不想看我新养的宠物？有一匹狼，它现在一直在跟着我，超可爱的，它的眼神里面充满着爱心，你们要不要看？不要。